我跟苏木就很多年兄弟了嘛，就是那个一块儿训练，在我家也住，就是真希望他能够拿赢那场比赛。就是我们平时也一起训练嘛，就都很不容易，在美国训练，就付出很多努力，我就希望他能赢这场比赛。然后还有柯南，我希望他能赢，因为，我们就在国外训练都很不容易。对，其实我们很多人也生活都为了别人、朋友啊、亲人，就是自己都无所谓，自己其实受多大伤都无所谓。你看现在比赛完了，虽然我打赢了，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很开心，因为我那两个兄弟的。